小梁告诉我，前天你帮我们大护士点了份饭，是吧？记得没错的话，应该是82.5块。好像是。那笔钱我不打算还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不用还。因为我已经帮你投资了。哎，接一下你电脑啊。这就是你的投资收益。连续两天时间，您都抓到了涨停板。这不是我的钱，我不能要。行，那我就帮你再操作一阵子。行，就这么定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郝老师。我会，你也能会，想学吗？那这样吧，我今天下班正好有时间，你如果想学的话，我给你上门课。麻烦你，妈妈，我觉得有问题。怎么了？我在围栏墙角处发现了鞋跟的蹭痕。你想，人如果是意外摔下去的话，那应该是鞋尖冲圆的，但现在马世才他是鞋跟冲圆的，这说明他有一瞬间是背对红颜，对不对？很有可能就是他身后出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开30个账户，撕开账户，这是违规的。